别卡我呀！逆天，小兵给我卡了，那你敢信？这线制造成回推线，哎，说实话他的结果早就摸透了，知道为啥我出长剑波，他前期不打架的，他也是长剑出门，他要快点合成他的大剑，你像多兰剑就是要跟这些对吧，他们拼死一搏，不是点心要出去了吗？为什么还死？没道理。听不懂什么叫两瓶药啊。交给你了，好像不行，我本来要回了，不行啊，还是得遵循自己的想法，直接回的话就 OK 了，下路主力是崩了，但他想要从其他路找回机会，哎呀，反向效果了，干他！为啥呀，兄弟？原地翻太过分了，真的。
我已经说了，快走啊，哥们儿！坏了，为啥不走呢，哥们儿？喂，在吗，提姆？还跑回去？我没看懂啊。 那么逆天啊！哼，完了，真就只能赢一把输一把是吧，各位？ 上把刚赢一把，这把一看就系统局啊！你们说呢？全线崩盘了，我操！加油！稳住心态，什么局都能翻。 机会吧，只能说。哎呀，good。他的E跟我 Q 好像差不多。 哎呦，兄弟，我只能打他个闪，又没什么用，怎么那么肉啊？这小子，小伟没闪，下波趁他没闪拿他450，百思，哎呀！ 闪到他甲子上了，这里我们刚才已经去拿大招去打野区了，啊，这时候我们没大招就要省钢，啊，等大招的时候再说。 没大不要动手。很多人在这个情况，对吧？你刚用了大招，然后去到别的位置，把大用了，回到线上对面有大你没大，打起来就死。 哎，没卡到视野吗？这个位置杀我好几次了，我老是觉得这拐角处可以卡视野。谁谁谁？ 把装备大甩卖。
为什么会有个中亚呀？ 这里我们就需要一艘小小的躲避了，没大的时候要安全一点。 感觉我这边肯定要被越。哇！如果他没有这个中亚就好了，700啊，这700我拿了，我们不管是武器拿还是我拿都起飞。 他上野学人有点多，相对我们下路也在拆。没事，兄弟，我能应手一波，好往前走。皎月现在来了。 他们下路拆了个一塔，又拿了一个九桶人头，这边我再守一波，把他再限制一波。上一波把这个塔就让了，他可能会直接毙了去给其他路压力之类的，不合适。说实话，感觉得保我呀。 一抹保了可行吗？哎，这把我需要主动去。好杀，没事，帮谁都行，局面能打开就行，兄弟。刀盖的难受一点，无伤大雅。 凭啥是他的？你丫的！哦，他也点燃了，点燃加毒，跨越了这么久，这么长的地图，过来拿个烛光有点亏啊。
我能跑的，这是什么状况？啊，他不知道我能跑的，我随便拉车。 我刚才一直有在有意的注意着这个谁的复活时间，有一个人死，只要他包不住，我就能活。没及时点撤退了，这波武器啊，就我这里的可能。 一个盾，两个盾，三个盾，四个盾，没事，还有一个五盾。阵容上缺陷有点大了，我说实话。缺陷在哪？首先，我们中上零控制，第二是没有 TP。 有我在，没意外。舒服。兄弟，我怕是带不了吧？这劫确定不在我这吗？我拿命赌了，他来我就死。 哦，舒服了。哎呀，但我大人头一个没拿到，白来说实话。这不，我直接放弃下路一波兵，因为我一直在观望。如果上路亮 TP 了，我就直接去上路；如果他没亮 TP， 不来跟这波团，那我再往下路去守塔。 因为在下路二塔还是不能乱给，太贵了，700块。中塔要乱给的话，一会儿单带线处理不了，这是第一。第二是我们杀了人可能还亏了，两个半人头才有这个二塔的钱，应该是三个，因为加上其他人也受到了金币，其他人也吃到钱了。
你开团呐、啊，哥！伤害打满，杀了。nice 啊！呜呼！我操！什么？我的妈呀！哇！哇！这波辅助犯大罪，我们三个人都跟拦着呀！我差点把 AD 秒了，但是他盾太多了，然后我没有点燃。我操，这个、都能赢，兄弟，你敢信？我都震惊了。啥呀？这是？走就好，你不用管我。干净。人杀，他没闪。哎，失误了，这小子。哦，酒桶。哎呦 ，AD， 一起集火前排啊！哈哈，各打各的。Rampage！ 哎，我都没先回家，我操！对面失误了，都输了吧？那这波左脚越没失误，那怎么样呢？他基地应该爆炸了，可能我们一个都杀不了。这波我们正好闪现全没用，全没有，你知道吧？要有个闪，可能这波就操作起来了，我们这边。好可惜啊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可能打的分散，各打各的。太着急了，我本来要回家的。他们 AD 还需要人切啊！先走，先走，先走，保持血量，拿大龙。
哎呦！哎，谢金克斯送的一个虎牙一号，可恶！ 你 K 你个锤子啊！我喷打 Q， 王巨猪，你在干什么？猪！ 你太过分了，猪！ 韩服高分段对吧？这拿一把五杀容易吗？你这就 K， 这个名字 K 呀！哎呀，我真服了！拿下！操！刀嘎的还在兜底。